近日，网友在推特上发布一组图片，让所有人为之惊愕。一名衣着光鲜的青年男子竟当众在地铁上大便，让同乘车厢乘客无不尴尬至极。更有人称，差点被臭味熏晕。据日本媒体报道，在东京地铁乐町线车厢上，一名男子当着众人的面脱下裤子，从容的大便，车厢内乘客纷纷捂住口，比躲到远处。而男子似乎并未受到任何影响，一直便尿完毕。车厢内多名女子看到男子如此行径，敢怒不敢言，只能转身躲避。但在密封的车厢内，气味短时间内无法消散，很多乘客差点被熏到吐。无奈并没有人出面制止男子行为。有人称人有三急，看男子精神状况并无异常，应该是肠道疾病导致，应该给予谅解。也有人认为地铁每站都设有厕所，作为成年人应该注重自己的一言一行，这样毫不避讳的在地铁上大便，不仅毁坏自己的素质，还给其他乘客带来了灾难。而东京地铁官方并未对此做出回应。